美甲的步骤。美甲很早就开始成为一种时尚，也可以说是一种修饰。女人化妆是对脸部的修饰，而美甲则是对手部的修饰。下面是清晰的美甲步骤，一起来了解下吧。美甲主要有六步。第一步，用指甲刀把自己的手指甲修剪干净，再用指甲锉磨出自己想要的形状，接着用死皮推清理手上的死皮，然后清洗双手，保持指甲的干净和干燥。第二步，涂上一层亮甲油，增强指甲的硬度。上底油时要遵循先中间再两侧的涂刷顺序。第三步，选择自己喜欢的指甲油颜色。涂指甲油时动作一定要快，从指甲根部的中间开始，尽量三笔涂完。最后再涂上一层亮甲油，使得指甲有光泽，更加持久。美甲的造型就完成了。